奈何为我造孝写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写九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持旗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将林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掉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打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记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叔皇母训子十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有疑悲声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原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原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原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堂里
白骨风湿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享而再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六万多年今时下运已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渡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气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front1_cause1zm.6/view prefequals2n plequals1n page8equals10954894764483045